迪丽热巴和杨洋的新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开拍了。虽说这一部剧正处于拍摄阶段，但早已凭借演员的热度占据了各大网站的头条。杨洋与迪丽热巴联手加入，使剧大放异彩。看到路透照就特别期待正剧的播出。说实话，迪丽热巴好久都没有演这么可爱的角色了，这几年一直都在演那种傻白甜而且特性感的玉女范儿角色，对于这种青春气息浓重的戏还是很少的。感觉这部剧一定会让她上一个新的台阶的。男主角杨洋的群众基础更是没得说，杨洋就是所有女生的收割机。他演的青春偶像剧步步都是经典，从《红楼梦》到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，杨洋真的用他的盛世美颜和演技征服了所有的观众。他那迷倒众生颜值非常适合出演小说中的男主角于途，两位主演气质满分，而且演技也相对成熟。这部剧中的女主角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歌声也犹如天籁，最令人喜爱的应该就是她身上散发出的正能量，能够为观众们带来更多努力生活的勇气，成为大家学习的好榜样。剧中的男主角同样十分优秀，在学生时期就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学霸了，有追求有梦想执着奋斗的精神让女主一见倾心。如今这真的俊男靓女的组合怎么能不让人期待呢？